乐高乐园马来西亚 Legoland Malaysia 是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主题公园。它是乐高集团在亚洲开设的第一个乐高乐园，也是东南亚最大的乐高乐园之一。我准备要制作三个视频，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向您展示乐高乐园的住宿和我在旅行期间的住处。此外，我还会介绍乐园附近一些有趣的地方，您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乐高乐园马来西亚酒店是一个令人兴奋和独特的住宿选择。这个主题酒店坐落在乐高乐园的入口附近，为游客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入住体验。乐高乐园马来西亚酒店的外观充满了乐高积木的元素，令人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乐高世界中。酒店内部的装饰和设计也充满了乐高的主题，无论是大堂、客房还是公共区域，都充满了色彩和趣味性。这里的客房非常适合家庭入住，有些客房甚至以不同的乐高系列为主题，让孩子们感到兴奋和愉悦。房间宽敞舒适，设施齐全，让您在旅途中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。除了舒适的客房，乐高乐园马来西亚酒店还提供丰富多样的设施和服务。您可以在酒店内享受美食，尝试各种口味的美食，满足您的味蕾。酒店还设有游泳池和儿童乐园。很遗憾，由于乐高乐园酒店的价格较高，我没有选择住在那里。相反，我选择了一间 Airbnb 公寓，它距离乐高乐园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，并且周围设施便利。尽管没有住在乐高乐园酒店，但我对我的住宿选择感到非常满意。这间 Airbnb 公寓为我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居住空间，让我能够在游玩后得到良好的休息。公寓的位置非常方便，步行即可抵达乐高乐园，这样我可以更加自由地规划我的游玩时间，而不必担心交通等问题。The Pristine Marvel Theme Apartment Malaysia 是位于马来西亚的一个令人惊叹的主题公寓。The Pristine Marvel Theme Apartment 以其独特的主题而脱颖而出，这使得它在其他公寓中与众不同。它的设计和装饰灵感来自漫威漫画的超级英雄们，为居民和游客带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居住体验。这个主题公寓位于伊斯干达 Iskandar 的区，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区，拥有许多商业和娱乐设施，为居民提供便利。同时，它也靠近乐高乐园马来西亚，是一个吸引游客的绝佳住宿选择。The Pristine Marvel Theme Apartment 提供各式各样的设施和便利，无论是单身人士、夫妻还是家庭，这里都有适合不同需求的公寓单位。宽敞的客房、设备齐全的厨房和舒适的生活区，为居民提供了舒适宜居的环境。在公寓内，您可以欣赏到精心设计的漫威主题装饰，让您仿佛置身于漫威的世界。居住在这样一个富有创意和乐趣的环境中，让您的日常生活更加有趣和充实。此外 ，The Pristine Marvel Theme Apartment 还提供了多样化的便利设施，包括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儿童游乐区等，让居民能够尽情享受休闲娱乐的时光。总体而言，The Pristine Marvel Theme Apartment Malaysia 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住宿选择。它不仅提供了舒适便利的居住环境，还为居民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漫威主题体验，让您的居住经历充满了创意和乐趣。梅迪尼购物中心 Mall of Medini 是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一家时尚购物中心。梅迪尼购物中心地理位置优越，坐落在伊斯干达 Iskandar 的区，靠近乐高乐园马来西亚和其他著名的旅游景点，这使得它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喜爱的购物和休闲场所。疫情过后，梅迪尼购物中心 Mall of Medini 内的商店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和调整，
许多商店在疫情期间受到影响，但在疫情缓解后，他们逐渐重新开张，并采取了更多的防疫措施，以确保顾客和员工的安全。商店内通常会提供消毒洗手液，并要求顾客佩戴口罩。此外，商店也会限制人数，以保持社交距离，降低感染风险。随着顾客对于外出购物的需求逐渐增加，商店们也开始推出各种促销和特别优惠，以吸引更多的顾客。许多商店还增加了在线销售渠道，以满足顾客的线上购物需求。在疫情过后，越来越多的商店开始关注健康和生活方式产品。健康食品、保健品、运动用品等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加，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健康和身体抵抗力。此外，家居用品和娱乐产品也成为顾客的热门选择。在疫情期间，许多人在家中度过更多的时间，因此对于提升家居环境和娱乐设施的需求增加了。梅迪尼购物中心的商店们也积极适应新的消费趋势和顾客需求，他们不断优化服务，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便利，以满足顾客对于购物体验的期待。总的来说，疫情过后的梅迪尼购物中心内的商店正在逐渐恢复活力，并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。适应新常态的商店们将继续为顾客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，让购物中心成为人们愉悦和难忘的购物目的地。好的，这就是第一部分的结束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我知道您对接下来的视频非常兴奋，很明显，下一个视频将向您展示在乐高乐园马来西亚能够找到的所有乐趣。请帮忙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这样您就会在视频准备好时收到通知。希望能尽快再见到您。